在我身邊呢四位呢都相信是講大話這個節目裡面最高戰鬥力的大話精來的了，而挑戰這四個呢就是我偶像谷姐。看看有誰講大話的好了，看看面對著人見人愛的谷姐，你們四個能不能夠忍受這樣欺騙谷姐，開始。谷姐，現在你面前這四個大話精呢將會坐落張凳上，不過那張不是普通的凳，事關呢他凳上面會擺一個三角形的金字塔。哇！不過呢其中一個呢是一個四方的箱仔，你贏了他就立晒，哇，立晒啲金牌㗎啦。如果你輸了呢就跌塊金牌俾佢哋四個瓜分㗎啦。你想睇邊個先？順次序啦，阿 Bob 嗰邊先啦。多謝多謝，我先啊。係啊。係啊。哇！啲氣啊！喂，唔係真係坐去轉㗎喎。去唔去到啊？去唔去到啊？掂啦，掂啦 ，OK， 掂啦，阿梁真啦，哇，住啦，住啦，可以轉到噶，忍住咯，哇，轉啦，加油加油，唔好掟，你個好痛啊，佢又真係做得好痛死，係咯係，我又驚佢呃我，有啲咩感覺啊你？可唔可以形容下？成講不出聲，好啦，芬姐，咁唔係舒服嘅。死用佢！今日咩有幾多金啊？哇！哇！哇！咩人嚟啊？你啊？咩人嚟啊？轉多次得唔得？你揀兩個，然之後我就我揀兩個，要加榜好冇？男士，大色按摩。即係食過夜粥真係唔同啲啊！誒阿波，平時湊仔湊女都咩幾件起身啦，係咪先？孭埋我好唔好嘅啊？試下，試下。嚟啦嘛，第一件啊！阿張有決定噶咯喎，第一個，五千一個係最可以講大話嘅咧。阿伯，你講大話。好啦，要知係咪真係講大話咧？而家咧係時候揭盅啦。請你起身，攞出嚟，開嚟見我。唔可以，你呃我，你扮得咁鬼似，點解你可以轉針咁平？我剛練咗氣功。好啦，阿姐，係攞出嚟。十五十，究竟坐木箱嘅系阿波定系梁真呢？一次过开嚟俾谷姐睇，一、二、三。你哋四个系成功嘅。